不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吧，第69天。自分の実力で勝つってばよ。好家伙，我差点记错，可还行。锁住骨架子，哇，三个硬茬子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哎哎，你敢替身我就敢叫通灵啊！我通灵强压你，我真通灵压你，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？接一套，鞭子一抽，再来一套，来小风筝一转圈圈，你敢替身我就直接大招招呼你。好的，说啥是啥，说啥就要教啥。但是我没打到他，我这第二只通灵，救命！不用通灵不行，这来鞭子一抽，这纯纯的通灵王这一波。替身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一套普攻接一个，哎，还剩一个豆，可以。交了就交了，有时候通灵王是被迫通灵王的，也没办法，走位有时候跟不上，这意识跟不上，那只能强靠通灵这些东西来顶了。优势，你敢靠近我？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走。你愣啥嘞？我鞭子一抽，好的，直接大招。我还不信我大招接不了技能了。来，转圈圈直接接起来，鞭子一抽。这天天少女天天应该是很稳的呀，我刚才可能就是意外。好的，你带一个名刀啊，没事，想走我通灵给你，赶紧交完去球，来扫起来。好了，对面还有最后一个二哥，我现在已经没有通灵了，三个忍者打他一个满带通灵。哎，他交了一个吧，他还有两只通灵，好像忘了，我竟然忘了，打着打着我没记他通灵叫了多少只。你说这，你敢替身大招招呼你，管你是啥呢？少女天天的节奏，你只要能抢到节奏，很无解的这种忍者，有时候能把你烦的要命。鞭子，漂亮，领掉技能了。你看自己往我的普攻脸上送哈，那这基本上可以宣告你没了。再来爪子勾一下。一套普攻，再来一套，差不多了。好的，接一个水刃，你的血量不多了，愣啥呢？自己放弃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